一旦攻破那两道城门，我们必败无疑。剩下的那个太初境强者，我来想办法对付。如果强行启动隐匿，也撑不了多久。此率军进攻。是。大周看来是真没人了，竟派一个小子来守城。隐营。少以为太初境，那西北门可是快要破。放开他！苏姑娘，快走！